大幅大量宝宝上架，浩文团队痛失三匹黑马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当中，大富已经加盟诗情画意浩文团队半年时间了。在装备和宝宝解了时间锁之后，他已经将四只宝宝和十一段的单法防守镯上架对外出售。这四只宝宝当中，包括了一只15G神马力劈童子，一只14G神马力劈童子和一只14G神马死亡法皇童子。浩文团队一下子少了三匹黑马。除此之外，浩文团队最强的杀人力劈宝宝，大富1726工资的力劈加朱气不易魔童，也以 17.5 万的价格上架。大富剩余的宝宝基本上都已经转到浩文的盘丝号上，有可能是给浩文的主力盘丝先用，也有可能是过了高价值之后直接上架。大富的1107神器大唐在加盟浩文团队之后，一共进了两次福战16强。尽管他大唐在正式比赛中的上场率在 5% 左右，经常坐在比赛室的角落，但是他的一大批强力宝宝依然给浩文的优秀战绩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按照大富的计划，他会逐步将宝宝都更新成镜台，不过这个换宝宝的过程应该会非常漫长，短期内浩文团队宝宝的质量会下降很多。